看着我笑会儿哥哥的体谅，女人的渴望就是要有车和房，嫁对人是最大的愿望。问你有没有床，问你有没有房，我妈妈她也问你存折有一张，假如没有车，假如你也没有房，赶紧靠边别把路来挡。问你存折有几张，假如你没有车。